迎回到现场，我们继续关心宋太宗雪中送炭的故事，欢迎他们。哎呀，我说小陈啊，是今天哈，我们来这个地方，我们真的要为老百姓发点声音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怎么又有声音呢？有人要声音了，好像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来，哎呦，好像是在这边呢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在那边吗？我看看。哎呦，不管在哪里，在那边。哎呦，这个下雪，这地好滑。是啊，哎呀，还是我换上一双这个钉鞋吧。这个好啊。哎，那要是不是被你们踩死，就是被这钉子给钉死啊？哎，等等。是刚刚那位乡下人吗？没错，我是乡下人啊。哎，我是郑大哥了。哎，你忘记我？没有了。那个，我说怎么？哎呦，才，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？是啊，怎么这样？哎，不要这样说，我在我们村子里面已经是最胖的了。啊？啊，是这样子的，从上次见到你们到现在哈，我都没有吃东西了，我好饿哦。哎，不是。上次见到我们也不过就十几分钟前，你就瘦成这样，这么快啊！我易瘦体质嘛，对，我易瘦体质。哦，那我们给你那个木炭，你还好用吗？你有用吗？对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找你的。你看，你们上次给我这个木炭，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挖博代打。不是，你们家连代打都没有？那我穷嘛。哦，早说嘛，来，这个有代打，有代打，来代打给他们。谢谢。等等。按照规定，我们还是要跟你聊30分钟的天。我觉得其实你也不要担心自己不红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你现在有个舞台不错了。哎，对啊，你看那个想想看那个山猪啦、义祥啊，他们都走了，阿迪还当兵了嘞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小虾上过康熙，他今天有来吗？没有，他在旁边好像在见习啊。你看他来见习，人家都没有通告，你还有通告，不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了不起不红，以后改。错了，干什么？你敢打他？我是不想活、啊。不，我是说那个30分钟的关怀时间到了，所以30分钟的关怀时间到了。对，所以你不是要自杀是？没有，我没有想活该，是这样的，是这个炭火，我本来想要回家哈，就是自己烤肉来吃。那去烤肉啊？烤肉好啊。那你们有肉吗？你没有肉啊？来，肉，刚好我有准备啦。太好了，那你们吃肉都配什么？白干呢？白酒。哦，一定要配酒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有酒吗？你没有酒啊？也没有啊。来，好了，我这里刚好有，这里有。太好了，不错吧？那我最后一个问题，就你们这些东西都怎么来的？用钱买的。用银两吗？那你们有银两吗？你家没钱呐？我就是穷啊。对，好了好了，我这里有一点，你省着花。兄弟，你都没有在收入的话，没赚钱啊。啊，现在就景气差，找不到工作，我就没去找啦。啊，你都没有工作过？对啊，因为从朝廷征召我去当一年兵以后，我15年来都没有工作，都自立自强。哇塞，原来你是个无赖啊！没办法，去，我帮你这种人干什么？去滚！还拿我们的钱呢？真是的，我们要眼睛睁亮啊！这种资源呢，要给那种需要帮助的人，不能连这种无赖痞子都帮忙。不过我说真的，老百姓有时候也得靠自己。你要在家不工作的话，别怨政府好不好？自己也得辛苦辛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手好脚的，还是要去找工作啊。把金钱留给需要被帮助的人。我们进广告。前路我们交给帅帅的高以翔跟美美的隋唐。香香，现在百物齐涨，掌声响起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我不晓得。但是你知道我会想到这个啊，滴滴小额。小额，安心亚的广告。对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不知道。小额消费。小额的消费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东西在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的话，根本就不要怕，因为有钱的时候大家一起花。那现在没有钱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量入为出。对，小额的花，那这样子就很好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了。台湾人啊，只要碰到日本人的事情啊，都会一直捐款，一直捐款哎。那我觉得上次日本大地震捐了75亿，那我们这个家福小额捐款，我觉得台湾是很有爱心的，应该好好捐一点钱，帮助需要台湾帮助的人，你觉得对不对？没错。是，还有，真的时间有点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。记得，小额捐款也是捐款，谢谢您的爱心，我们下面见，拜拜。周末快乐。